花楼的春花姑娘，好香啊，来让爷亲一个。哎，你这个讨饭的，想吃烧鸡呀、啊？有钱吗？这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。啊，就是他！啊，快几个给我上！上上，是你！去百花楼，快点！哎，好嘞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快！不要跟着！哈哈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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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山东好汉美名扬，脍炙人口传四方，竹板打得嘎嘎响，说的故事响叮当。哎，那位说了，老头你说什么呢？别着急呀、啊、听我慢慢往下说。哎，看看您的嘴。哎，话说胶东的地界好，物产丰富，快点，哎，他进去了。又肯肯安居乐业，走，走走。无赖是不踢人自清，踢人来自关东军。这关东军从何处来？他就是跨海往东，倭人居。倭人蛮夷为教化，烧杀掠夺夺人妻，胶东的百姓多受害，水深火热遭人欺。正在这时，救兵到，八路武装保地方，四方武林齐响应，英雄好汉是聚一堂。中华儿女血性起，是唤醒雄狮谁敢欺？鬼子汉奸齐颤抖，日本天皇快断头。咱们神州和平有日期，八路的功劳数第一。您拿好啊。我说啊，那黄明峰、苏楚乔真有那么神，子弹都打不到他们？那是，我跟你说，小鬼子听到他们的名字都得吓得尿裤子。可我听说他们被日本人给杀了。听谁说的？净胡说！这些个大侠个顶个都是绝世高手，小鬼子能杀了他们？快，太君，请请，都给我围起来！哎，太君这边，哎，起来，你快站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太君，我们都是良民。你们这些说书的，散播谣言、胡说八道、辱骂皇军，还敢说是良民？都给我听好了，皇军说了，凡散播谣言者，一律当乱党，抓起来！别跟他们废话，人不带走！抗日义侠美名扬，
我们胶东儿女不甘落后齐上场，醉侠现身咱小镇，今天就要轮到你。好，班哥，混蛋。老板，来壶酒。啊，好。给。酒怎么还不上来呀、你干嘛老跟着我？三呢？姑娘。咱家那几亩。姑娘，姑娘，别走，别走。那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就是想喝酒。哎，你看我这酒壶里酒都空了，酒瘾又犯了，那身上又没有钱，你这酒给我一口，就一口。不行，就喝一口。老汉，我今年63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练就这一副薄嘴皮。今日说书，我这不图名来不图利，只为告诉鬼子一句话：我们中华儿女不堪耻辱来杀敌，死有何惧？大哥，说书的，你混的不耐烦了？呸！八嘎！你现在不能过去，快，快！老婆，我再也不喝酒了，这次你快饶了我吧，啊！我的儿子，这书说的好好的，我的儿子，这是没事，你说什么话？你信？干爹。瞧瞧这是哪里？啊，是你来的地方吗？快滚！这不是百花楼吗？爷们儿来的地方，没错。这不是白天那个臭要饭的吗？你小子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走。哎，大哥，白天我就亲了春花姑娘一口，这不，我想来好好跟她亲热亲热啊。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闪开！哎呦，这位爷一看就是真人不露相啊！拿着，给我来两壶好酒。好嘞，爷，里边请。我给你介绍几个新来的姑娘。哎，姑娘们招呼着啊！您最近怎么一直都没来呢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这得罚你。哎，喝不喝？喝。来亲一下，嗯嗯，爷，您要的好酒。春花姑娘呢？春花姑娘就在隔壁，一会儿就过来。让她快来。哎呦，大爷还是个急性子。哎呀，别浪费了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让人截胡了。奶奶的！
杀完人了，要我替你擦屁股，你太不够意思了吧？哎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！兄弟，你又欠我一个人情，我要求不高，来壶好酒就行。哎哎，兄弟，兄弟，我的好酒呢？人呢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一晚上欠我这么大的人情，给我来壶好酒都不愿意，小气，喝我自己的。这百花楼的酒真他娘难喝。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个日本小娘们儿。一二三四，还带了四个帮手，看起来长得不错，比那百花楼的春花姑娘长得还漂亮。怎么着，要不你过来啊，让爷好好的疼疼爷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本爷可是大名鼎鼎的醉侠蓝如剑，给我上！真难听，用不着临阵磨刀吧。再喝两口。四个伙计太差了，简直就是废物。知道我祖师爷是谁吗？祖启儿。我师父说过，不能打女人。
不得，但是侵略者必须赶出中国。我说你也来得太晚了，我的酒呢？哼，哎，我说你，那珠子有毒。那个黑衣人是什么人？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武器？不可能，我是亲眼看见刘天胜死的。难道是女妖？她还没有死，一定是她。师妹，你刚才为什么要走？你小看他们了。要是我的左手还在，可是我们有秘密武器吗？用这种丑陋的东西杀人，丢尽我们日本武士的脸。师妹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们对付的不是中国武术，而是天皇的敌人，大日本帝国的敌人。我们到这里来，也不是为了同中国人比武，而是为了征服这个国家的圣战。知棋，你早已不是单纯的武士，而是帝国的战士。够了，师兄，我知道自己是谁。他至少可以保护你。师父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这也是军部为你特旨的初衷啊。我跟黄明峰斗了一年多，没有这个东西照样活着。油库一战，虽然因为土肥原那个败类我没能守住，但是我也让黄明峰付出了惨重代价。至少我可以肯定，绣花针和杜大鹏都死在了油库。现在女妖已经出现了，我相信黄明峰不久也会出现。师兄，师父什么时候到？估计还有半个月吧。而且这次从国内带来了10个顶尖高手。太好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杀了黄明峰，为高岛君报仇。师妹，我们青龙会这次在军中的地位受了很大的动摇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败黄明峰，挽回你帝国战花的声誉。师兄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师父失望。这是谁？苏楚乔。明天一早，我要看到这张画像，贴满城墙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哎，我知道你是谁。你不就是那个说书先生的干闺女吗？啊，不过有一点我弄不明白。哎，
那绣花针你是怎么会用的？那应该是刘天胜刘大侠的绝活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别跟着我。哎，你不告诉我名字，我去哪儿找你啊？你还欠我一顿好酒呢。酒呢？拿来。我还救了你一条命。那就更得知道你的芳名了，不然我怎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？让开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要是不让呢？你不让就不让。化骨绵掌，你是女妖苏楚乔？我就说嘛，小鬼子说你们都死在山西了，老百姓不信，我也不信。再说昨天那女鬼子那两下根本治不了你。你是说我是女妖苏楚乔？对啊。哎，我说你就别装了，虽然刚才那一掌你只用了三成功力，但要不是我躲得快，昨天晚上你就算是白救我了。再说了，这普天之下能把这化骨绵掌练到这层境界的，除了女妖苏楚乔之外，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。苏女侠，苏女侠，闺女，你刚才上哪儿去了？干爹，女儿已经给你报仇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闺女，我已经把那个鬼子给杀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杀了鬼子？你杀了他们，他们能放过你吗？快，快换了衣服，赶快走，快！哎呀，去！哎呀，快去！你快换衣服，我帮你收拾好东西。干娘，什么事啊？今天有人说我是苏楚乔。啊，各位乡亲们！各位乡亲们，我现在宣布个事儿：昨天晚上这两个人杀了皇军副部大佐，如有发现者呀，马上举报，皇军赏10块大洋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没有啊？可是10块大洋啊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军爷，一出来就丢人信，还不赶紧挡上，吓着军爷了。啊，军爷，对不住啊。大侠，你叫谁？当然是在叫你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回城里，我要杀了那个女鬼子。哎呀，你别开玩笑了，
就算你真的是苏楚乔神功盖世，你也杀不了那个女的。先不说他们山木特别行动队里高手如云，就单单你这个长相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我就是说吧，你这张脸啊，太容易被人认出来。你信不信，我跟你只要一进城，就会有无数枪口对准我们，我们瞬间就会被打成筛子。要不然，我们先找黄明峰吧。我不认识他。哎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他？他是你们敌后突击队的老大。说不认识就不认识。哎呀，哎，你是不是非去不可啊？那要去也要找到黄大侠，跟他商量一下吧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我可不想跟你去白白送死。等等我。大哥，好，简直就是空中飞人呐！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纵队的司令员刘司令。啊，他就是鬼魂铁虎。铁虎向刘司令问好。好，铁虎同志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了，收起来。八路军战士呢，就应该有八路军战士的样子。铁虎听令，向司令员敬礼。刘司令，敌后突击小分队铁虎向您报道。好。不错，铁大侠，走，咱们过去说话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刘司令，这边坐。啊，怎么样，伤都好了吧？报告刘司令，伤全好了。啊，坐坐坐啊，坐下。啊，刚才一看你的身手，就知道你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。照我看呢，怕是比以前更厉害了啊。你觉得呢，铁虎？还行，大哥。在养伤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琢磨师父教给我的功夫。嗯，有了一些心得，轻功好了很多。好，这说明啊，你悟透了师父所教的心法。手指上的功夫呢？还没有试过。刚才我还以为你把鸽子捏死了呢。鸽子不欺负活物，它很善良，不该死。说得好，自古侠客都是胸怀大爱之人。铁虎同志之所以成为侠，名副其实啊。谢谢刘司令的夸奖。铁虎只是觉得，不该做的就不做。好，说得好。善者都是由心而发，装是装不出来的。铁虎同志，听说你的鹰爪功可是如雷贯耳啊，今天能不能让我这个司令员开开眼呢？我，啊，大哥，我，怎么，你连司令员的面子都不给了？哦，不不不，不是，我是怕司令员看笑话。嘿，那就更应该露出点真功夫，啊？既然刘司令想看，那铁虎在这里就献丑了。好好好。好。刘司令啊，献丑了。你谦虚了，你的鹰爪功名不虚传呐。啊，我看呐，是比以前更稳、更准、更狠了。要是大鹏扔的砖，我就不一定能抓得住了。啊，明峰啊，铁虎，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。刘天胜和杜大鹏都是大英雄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。他们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，正激励着我们全体军民
以更加饱满的斗志和信心，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去。我一定会给他们，会给他们报仇。好，别火，我跟你说，大哥，是不是有新任务了？黄营长，黄营长，胶东的地下党传来消息说，他们在威海发现了苏楚乔。苏姑娘，嗯，太好了。小钟，马上给铁虎办理出院手续。是。哎，接光接光。冰糖葫芦嘞！来，哎，您这边坐。这小日本最近还挺猖狂，你们听说了吧？鬼子在湖北那边打赢了，打垮了国军一个军呐，不是一个军，是几十万人呐，几十万人。这守浏阳的国军呐，虽说没把这浏阳守住，可这鬼子也被打死好几万呐。是吗？不是几万，是十几万。啊，十几万！国军打得非常英勇。要不是供给线被鬼子掐断，最后弹尽粮绝，哼，小鬼子死再多人，他也拿不下浏阳城。哎，国军这是孤立无援呐！听说这浏阳城外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呀！哎呀，老人家，别叹气，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一心，这些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。说得好。这小鬼子呀，长不了。对面屋顶有人，待会儿可能有情况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会不会是苏姑娘？只要等她出手，才知道。雪飞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哎，雪飞，山木。